大家好，我是四年 B 班的蔡成月，我要煮的东西是咖啡。首先我先介绍给大家器材，这一个是下炉，这个是上炉，这个是瓦斯炉，这个是搅拌棒，跟这个是滤布。然后我先把滤布放这个上炉，然后摆好之后，这边有一个钩子把它勾住，之后呢放在旁边备用。然后这个是热开水，把热开水倒入下壶，然后倒到下壶数字三这里。再把上壶放进去，之后把瓦斯炉放在下面，然后开火。然后等下那个下午的水那个浮上来上浮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加入咖啡。然后搅拌的时候呢，手要拿这样子，然后只能转动一点。我的咖啡煮好了。我们要准备把上壶拿起来，准备倒咖啡了。首先先推一下，让空气听到啵一声，然后转两圈之后，然后拿起来。好香的咖啡。好香的咖啡。谢谢大家。这位是我阿公，然后呢，这个咖啡是我阿公开车开很远去超岭摘的，然后呢。